小心一点。哎呀，我的腿下坡还是有点不行，在广南那边受伤了，身上。把灯打开一下。现在是哪里不好搞？哦，他就是我们班那个兵啊。我就说啊，怎么应该？怎么样，高老师现在？他说不来。哦，说不了话是吧？嗯。现在就在那里不舒服。没灵感。他说不了话了，说是。话不会说了。喊他名字。高秀光。高秀光噶。哦。哦。三，抬起来。抬起来，哟，是有点高，有点高，啊，肚子撑啊，对吧？嗯，妈，腹壁怎么秋长痒的有啊？啊，有吗？给抽出血了。有，还没抽过血呢。没呀，就是前几天住院挂水的时候吐过一回，吐血。吐血吐过一次血。嗯，就是那天吐出了，怕了怕又大出血。嗯。跟家属交代了，就是。哪样？现在哪里不舒服？浑身。浑身。满身毒。哦。哪块？八关，八关嘛，神志不怎么清了是吧？不清醒了。说话有点问不对，听的是哪号开始呢？嗯，昨天。昨天啊。前天从盐山，从盐的出来就有点。嗯，出来就有点。对。啊，前天出盐了就有点。跟着你吧。昨天有严重。今早上我们还说喂，跟他准备好事了，到吃中午饭的时候都才这个稍微清醒点，啊，好事都准备好了，还行，会来的，这得就在以前的出轨这些个，在本站周日里，周日出轨比较多，不多，主要是几天了都出轨，有十几天了。有十几天了，嗯，那都大便的，你这种情况？大便这几天我们看，就一不喝，一不喝，一不，一不晃，就是有点棕色那种，嗯，一比的细，嗯，就是我估计诊断书上说的，我老娘，发性痨病了吗？哎，对。已经发作了，就是肝性痨病是有啊。当时在晚上睡觉的话，哪个是哪个都认不得，话乱都乱说。哦，你的这个，哪样？这个是哪个？他是哪个？他是哪个？你们晓得？这个。我，熊，扶起来要好的，睡下去就有问题，有严重的。嗯，这睡下去以后，等你心脏受药，得要坐起来以后，等你肚子这种。那个就这个，就你第一次按的那个。哪样？好，莫说话，莫说话。那靠。喂。没得。啊。那。啊。
有点我打掉，不能说啥。不要紧，对，不要紧，会好的。是老师，不要紧，摸的上，不要紧，嗯、啊，紧摸的。哦，要赶快治上啊！是，啊，得治过。怎么了？啊，对的，兄弟。对，对的。嗯。几岁了？38。38，平常喝酒比较厉害了。他平常喝酒吗？会喝酒。一顿一斤，这几天别喝。老师看。哎，原来是老师的嘛！你来喝，我们一瓶多。原来喝酒喝的多了啊。这种情况比较吵，很难应对。哎。你自己拿几点果子？人家总考虑嘛，总考虑。那你说你可能得跟你，爷爷的跟你已经交代，你看清楚了。就是我已经是。肝火晚期，可以咳就咳，不要咳身体。估计咳在咽喉区吧。嗯，不会咽的。但是容易进肝火密集，可能你就不得几天了。本来就不得不咳，老人家，反正老人家说是，这个本来就不得咳。这天就现在，我们练好吃的准备好了。现在如果大出血，你大出血，万一都出血过嘛，都做肝分泌烂的话，可能也就是跟那出血过有关系。出血后，等你肠道血在肠道里面淤积，这淤积以后，你都现在等你去，安了啊，去吸收比较多的血，所以这种肝分泌，像这种咳嘛，一个可能都就是要咳大一点的好点液，就要使用精氨酸啊，晚上，这可能你才会。稍微有小像这些情况，可能我们都不得这种能力了嘛。我们医院就是这种条件不得，如果咳大点嘛，也就是大点支持你包肝的治疗，是可能最终中都不感觉问题了。就是如果再早期一点，可能就是在一年前啊，这些可能做个门静脉分流、门静脉的减压术啊，这些可能相对可能时间延长一点。我们从万山打工回来的，去文山周瑞医院，有的时候比较稀吧，又跑到燕山中医院，这一次比较稀吧。哦，那现在能有什么办法保守治疗的？保守治疗基本没办法的，没办法。他现在已经是肝硬化晚期嘛。那这个你想，说是要解决问题，可能都比较困难了。那现在能不能让他减轻一下痛苦？有什么办法？现在呀，现在我们就是几种办法，就是你说他压力太大，给他减压，这些都会诱发他就是他的肝性脑病，他来得更快。那现在就他要用的话，这个药可能就要到可能好一点的医院去。你像这些。药物这些地方都不能承受的，在我们这地方都没有的。哦，就要到州上才有那种药是吧？州上可能都没有，如果有的话，他当时就会，可能他出胃失血嘛，当时可能就会给他用了。那现在就也没办法治疗了，他这个治疗是他在晚期嘛，可能你要想治疗，只能怎么说？输液进去，它就现在就是老在里面，它就积没法代谢是吧？排不出尿来吧？它就越来越胀嘛。那现在也不能采取任何应急性的方法治疗方法。如果现在它就是只有一个，它就是有一个精氨酸了，如果说，我们就没办法，这些药都比较贵，比较昂贵的。
就你们现在就带着药，没有可以现在可以给他？没有，就是我就只能保肝治疗，但是保肝治疗他都不能解决他问题，他现在肝脏已经硬化了嘛。就保肝的药也不起作用了。不起作用了。他现在这种情况，如果你给他，他一来一次大出血就没办法了，他这个到处都是血管扩展，都是血脏的嘛。就随时都有可能破裂。你刚才在他肚皮上嘛，就看到了那些血管，奇奇怪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些地方，就是他有一个方术，他和那个大的地方，哪个来？大的地方的就是啊，那就是在医院里面临终嘛。这些地方我们的还是。入乡入街把你打电话当不上了，就是他们这边不愿意病人临终在医院是吧？是，对，都不愿意这种情况，所以说这种他这咬比较遥远，你说拉着他近，对，就是也要看他在他家的条件，拉着他去，如果说是，他到时候在那儿，送你哥去医院还是不送呢？我现在是送他去也没希望的，白去的。就你们这边主要是风俗习惯，就是病人不能在外面去世，是吧？痒的。没来吵。那肝脏不能把这个带血了嘛？这个可能也比较。你看这些习惯太阳带普通好的很好老师不是太阳是吧怎么是这样的是太阳做养啥哥哥都把这个阴阳肝上你给他打起跟着你打起什么打烂了太阳打死打烂了太阳很痒这要是大写不了写肚子找妈妈来不要你再吧我还跟着我们弄他是光弄的带上地发动好的不知道是干嘛你弄痒都弄几趟丢给你搞得水盘烤好你抓吧 没事痒是吧我说不给他抓他自己舒服就行好一样的那些大字你太喜欢大字不行了就是得大字这个表面大字皮肤白白气的